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接着来看一下本周 GNN 的另一个重点，就是西方兽要有自己的武装龙克啦。那大家都知道说西方兽也有机械化的状态嘛，这个武装龙克是连机械化的都可以装上去的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些武装龙克的能力吧。首先，不管你是西方兽还是已经机械化的西方兽，你只要装上去，攻血都有加 10%。那武装技能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木的最特别了啦。那木的我们等一下讲，我们先来看其他的。克苏鲁的话是消除一组大于等于四颗星符石，自身攻击1.5倍，狮鹫也是，这个跟狮鹫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再来火狗的话就是消除火符石，魔羊的话就是消暗的。那再来就是武装技能二的部分，除了木鼠以外都是自身 CD 减一。那木鼠的话是直行消除一组大于等于四颗木符石，自身 CD 才会减一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龙科技能的部分。这边发动龙科的第一个技能是队友攻击提升15%，第二个技能是50%的攻击伤害，无视指定形状盾。我总觉得无视拼图出来这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不过不黑马赫啦，就加减用吧。那再来就是下周会开放一个只有兽类可以挑战的关卡。哎，天哪，是嫌现在的兽不够可怜吗？你好歹先来个新的兽类，或者是哪一个系列的兽又要解放异转了，再来让我们挑战这关卡嘛。那接着就是下下礼拜又要有新系列啦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11月23号揭幕，以魔法格杀罗耶之名。哦，这版本名字也太难念了吧。那这边已经释出了几个角色，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吧。首先是木妖的嵌罗山 ，CD6 的时候可以发动，两回合内木属性及妖攻击回复1.8倍，若队伍中所有成员回复力机制相同，会加4秒转珠，而且无视电击啊！哎呦，这张是妖精的无视电击哎。不过发动条件就比较麻烦的啦。机制相同的话，不外乎就是丢进潘朵拉里面嘛。那你如果有击毙敌人的时候，该回合不会扣减技能持续回合，这个就跟战马一样啦。反正你只要有把敌人打挂，它的效果就是持续在那边。再来是水魔族的米菲波 ，CD8可以发动，引爆所有符石，魔族成员直行掉落魔族符石，人类成员就是掉人族符石，一回合内自身攻击减至零，所受伤害减至100。这个减至100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像机械下马西那样了，如果是的话那会很好用。再来光神的部分 CD6 可以发动，一回合内任意排珠消除属性符石时，自身以诺还有这个新系列还有八仙系列的角色以 50% 攻击追打相应属性攻击一次，简单来说就是你消水就追打水，消火就追打火。虽然我记得刚结束合作的某个 1% 大奖好像队长系就有这个功能了，不过一样啦，波奇黑马赫就加减用吧。那这只请侠的话，它还有一个队伍技能，就是对妖魔攻击提升2倍，这个跟八仙奈系列是一模一样的。 OK，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 GNN， 不知道大家对新系列有什么看法。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功用，而且就像我说的，如果它跟机械下马西技能是一样的话，那真的会很好用。那这张妖精也是有一个无视电击，其实看起来功能都还蛮不错的。大家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影片下方留言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